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贝里群岛是巴哈马的一个重要岛链地区，也被称为巴哈马的鱼缸。这里不仅是钓鱼的绝佳目的地，也非常适合浮潜和深潜。今天再分享两座该地区的优质私人岛屿 ,Cay 和 Haines Cay。Cay 位于贝里群岛岛链内，距离拿骚的莱福德礁码头38英里，距离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150英里。该岛因其地理位置受到周边岛屿的保护，并且有很好的深水通道，便于水上飞机着陆及船只停靠。此外，岛屿15英里外还有一条5000英尺长的飞机跑道，为其提供了便利的远程交通。该岛占地约24英亩，周围水域清澈富饶，不时会有新的沙洲在涨潮和退潮中隐现。岛上有4个白色沙滩，可以直接进入深水区，并且相对靠近丘伯礁和大海港礁，位于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岛屿社区之一。这里也是完美的深水钓鱼、潜水和巡航的目的地。该岛有极佳的建筑场地海拔，并拥有深水通道和受保护的季泊区，可用于建设一个豪华住宅或度假村。该岛为永久产权，目前正在出售中，售价为690万美金。Haines Cay 也隐藏在贝里群岛内，是占地300英亩的未开发岛屿地块。该岛东侧拥有世界级的海滩，西侧拥有令人惊叹的红树林、小溪和悬崖，还有超过4英里的优质海岸线，为你提供无与伦比的海岛生活体验。该岛附近新建了一个大机场，可提供海关和移民服务。而临近大海港岛的地理位置也为其岛屿开发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，有助于业主雇人建造度假屋，并照顾岛上的建筑、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。此外， Haines Cay 横跨一条小溪便可享受大海港岛提供的开发配套设施，其中包括一个被称为巴哈马群岛最安全的码头之一的65划全服务码头，一个18栋锦标赛高尔夫球场，一个 4.5 英亩的酒店海滩俱乐部场地，一个旧的大海港礁俱乐部会所和酒店，一个水厂和一个在受保护的码头上约1300英尺的空置码头场地。 Haines Cay 也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，不过目前已经在流程中，可见优质岛屿总是供不应求的。如果你对 Cay 感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